俾啲掌声咁多位啊！刘德华、刘青云同艺妮合作嘅新戏《拆弹专家二》呢日就举行开机仪式，可以同两位影帝合作，唔知艺妮嘅心情会唔会特别紧张呢？会有压力啊，会就很紧张，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紧张，会有压力啊。然后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和想要合作的演员，我说在这部戏里一次都合作了，但是后面相处起来觉得就跟家人一样，对我也很照顾，很好。呢次艾妮仲要同华仔演情侣，对住华哥又会唔会怕丑啊？我有吗？他没有啊，我害羞。就是我可能是那种就算是害羞紧张，可能脸上也不太会表现出来的那种，但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害羞。对呀、啊，看得出来。刘青云同华仔17年后再次合作，觉得对方又有啲咩改变呢？其实没有啊，没什么大改变，好像。现在开工就好像以前拍的戏就是昨天拍的一样，没有觉得很紧，好像，然后这样子也没改，都一样。有弄了，有弄了，没看到。